三名嫌犯从地下室被押解到一楼侦查亭的路上，原本一路走得缓慢，但突然间，那个脚步声哦就很急促，那叮叮咚咚咚咚咚的那个跑步的声音啊，那我就觉得说奇怪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等了几分钟，发现不对，我赶快就走出来，然后走到管理室问说怎么回事。黄警说他有砸了一把，像皮胶之类的东西，呛的东西这样，他有砸了一个东西这样，然后这个动作以后，他们两个人就跑了。一大把胡椒粉撒向两名打警的脸，不止眼睛刺痛到睁不开，还猛打喷嚏。好不容易回过神来，法警才追了出去。